天呢就第一次在梅里潜水，在梅里这样久嘞，下了潜水这样久，第一次在梅里潜水。这边有两条船出，可是不一样的带线的啦。我们是坐这一条，这一条我们坐的，今天我们坐的这一条。那这件是另外一件带线的机密的啊，这个上次机洗把单我没有跟他带过，下次我要找他一起带，下次我找他一起带。这个是我们的船，今天，好像今天有三个学生呢、啊。船这边 bed roll 下水，然后我们会，等下船会架过去那个 buoy 那边，然后我们记得不要抓着那个绳子，如果抓着那个绳子的话，那个底下的那个浮标会跟着你们一起被拉走。OK， 所以我们需要 free descent 下去。OK， 集合，然后跟着绳子下，不要拉绳子。OK， 然后这样还记得这样钱吗？忘记关了咯。你等一下慢慢捡啊。我抓住你的衣服下去了。哎，不要抓他们，比较好，比较好。但是抓马德的吗？抓我的梦。可是今天很漂亮一下那个水，到14到40米这边。这边潜到潜20多米看 coral， 他们讲这个叫做什么？三大什么？三大 point。三大 point， 我们下去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。红船今天有 AOW 摄影，并有三个 AOW 的，看人家考试很爽人家。Can we skip to the good part? You'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.Have I done my best here, or will I be here next year, or are these my best years yet? Was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important, but I'm not important yet. If you put this scene on a movie screen, is it called a happy end? If the world gets me. Okay, 然后我们等下潜的时间是大概40到50分钟，或者是不到70吧。哪个先到了吗？然后 signal remain the same， OK， problem 有问题很多，就一样慢慢的讲一下。然后这个是 pay check， 140, 130, 160，少过190。现在做第二个带，第一个带做完了，第一个带21到24米，只看到一些，可是很轻啊。会没有 expect 迷你江青的那个，现在做第二个带，18、20，做完这个带就回来，很短。现在早上才11点不到。因为我们在大堡。